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他最新表示，援军来了，第一批来自海外的 1.6 万人的志愿军将抵达乌克兰，开始要来帮这个保卫乌克兰来作战哦。而这个是泽伦斯基刚刚在稍早的时候在全国电视的谈话中透露的讯息，他说呢，乌克兰每天都从合作伙伴、真正的朋友那里收到很多武器，而现在不只有武器，第一批 1.6 万人的外国志愿者呢即将抵达乌克兰，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将成立一个国际防御的军队，成员都是由这个国外的志愿军来组成的。好，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个在黑海那边沿岸有一个城市叫马利波，马利波的那边的市长证实了他们的城市目前是遭到不断的攻击的状态，而且他说现在最新马利波连救援都有困难。好，这是刚刚来自马利波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您。